因为我是教主嘛，然后好无聊的，我每天的戏都站在那个绿布景前面杀一些乌鸦啊或狼啊。那香港导演都说 ，Qian 啊，雷只有一家，雷就是转身过来一家，他们就会死掉了。我常常就是三四集没出现出来就打个酱油，差不多拍了一半个月之后，有一天我回到酒店，我坐下，我想说，我最近到底在演了啥呀我？